换边，旋转寻找位置，压压，两面棍顶在墙上，另外一只手先寻找紧绷的位置，顶好之后呢，身体微微的做一些前后的移动，加压，停留30秒左右。脚往前移，坐下去，起身，转动，找到点加压，就在这里停留。那怎么做呢？就直接侧躺，把球摆在我们的骨盆凹陷处，加压，在这里滚动。30秒到1分钟即可。